波一搭项链换，玉乐醒问探一探，玉乐醒问又来到，请我给恁唠一唠，包刀命行令指令，两岸三地都横横。后来冤家到日本，被传假报太平军，黑子亮平林指令，两人牵手婚姻成，两人认识后结婚，无数粉丝都伤心，宅男心中的女神，如今结婚也嫁人，女神结婚后隐退，粉丝伤心和流泪。本来无事想清闲，不料平地起波澜，媒体首先来爆料，听说女神受家暴，不但家暴还出轨，女神无奈泪眼飞，小道消息莫相信，听我给恁来讨论。家暴丑闻频频传，女神也是苦难言，解释辟谣没有用，微信图片来回应，日常生活拿来秀，谎言一下就戳透，秀出甜蜜和美满，造谣的人被打脸。不去直接的回应，利用网络来互动，消除家暴的传闻，这波操作能封神。我说指令情商高，解决问题有绝招，自己婚姻自己懂，他比谁人都清醒。指令名气非常大，来到日本算下家，这种男人最疼人，有人疼爱是根本，凡是能够拎得清，因此指令才成功，除了感情的方面，事业上面也体现。志玲刚刚去打拼，被人称作娃娃音，没有本事的花瓶，其实演技属于零，志玲不气也不恼，这个评价也挺好，花瓶也有大作用，起码相貌被肯定。虽然演技不咋好，志玲学会了自嘲，自己有几两几斤，志玲自己记在心，虽然演技不管他，他却落个好人缘，凭借这些好经验，志玲活了数十年。凭借甜美的笑容，志玲十年一直红，因为志玲情商高，很多节目都想要，很多节目都邀请，也有十年多光景，活在观众的视野，被人称作志玲姐。因为以上的原因，原嫁日本是真心，两人肯定是真爱，娱乐圈里的表率，如今志玲已结婚，不要再伤他的心，不要小道消息传，不要随便把人传那个把人。所谓爆料拜拜和出轨，陈羽凡宣布退娱乐圈，红星工作室员工集体辞职，王星凡红茶都在对闹乌龙的萨拉评委会，凡也作品特务出错，只为何小二藏微博互撕，网友们打呼噜，谢谢谢谢谢谢。